上红地毯的是哪位明星呢？我们要来看一看哦，他是萱萱。好，欢迎萱萱。哎，今天我们看到萱萱的这个手刀，萱萱这个娱乐和的手刀仙气哦。来，我们有请萱萱。阿萱，第一位是萱萱，来看一下你的手包，很漂亮，谢谢。新买的，而且我发现在青龙逛的这个地方，很特别，对，这个地方是手可以放，那这个地方呢？是两手可以放吗？我镜头疼到我心头。那今天自己的这样一个服装的搭配，有没有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创意在当中？其实都没有，我比较喜欢简单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没有办法，你的美丽是中性的服装掩盖不住的。好，谢谢。言承旭，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他的穿着。哇，今天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黑白配，在这个平凡当中却有着低调的华丽哦。他还很俏皮的摸了一下乐乐。真的，来欢迎我们的言承旭。哇哦！要先跟咱们的言承旭报告一下。今天有非常多的歌迷为了他来到了福州，没错，听说还有日本的歌迷，哇，有日本包机而来的歌迷团哦，要不要先跟他们打声招呼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言承旭。我觉得他现在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像一颗小石子扔到湖里一样，激起了我们的举起来。是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近看发现跟刚才远远走过来是不一样的。言承旭今天的着装，你远看是一点特别都没有的，近看呢，我特别也还找不到。但是我发现啊，就是为什么你会选择不绑腰带呢？我想说可以轻松一点，就是感觉比较年轻啊。已经很年轻啊。我们知道言承旭最近是刚刚发了新专辑，可这张专辑让我们足足等了5年，会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了？想要把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把音乐做得更好。那其实言承旭现在不仅仅在这个音乐方面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，更重要的在影视方面一直在努力。其实作为一个影视同时又是歌手，你觉得哪一方面给你带来的成就感最大？就是看到大家很热心的时候自言自语，对，得到支持就是最大的这种收获了。好，我们也希望言承旭今天晚上能够这个顺利的拿到自己想要的奖项。好，谢谢，来请到媒体区。谢谢。哇，好贴心哦，刚才言承旭就那么轻轻的看了我一眼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融化了。这一场言承旭之后出场的是我们的李宇春，欢迎春春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玉女的黄旗已经在飘扬了。没错，我觉得春春真的每一次都给我们。